早安。早安。真欢喜啦吼，啊邀请大家来参观吼，咱台东县生成海水利用协会所举办的座谈会吼。啊，很难得吼，讲大家当来参观咱的美和哦，一个园区已经吼取水完成了吼，啊可以吼，也可以制造很多的我们不管是农产，还是渔业养殖，还是讲吼咱要做生计，拢总会使做啦吼，佮包括咱的观光产业，都会当来发展啦吼。啊，所以特别邀请吼大家吼各位来参加吼，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产业能够加值哦，都很好的。那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好，咱时间咱今不要太多，啊咱，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吼，我国台语穿插，不好意思哦。然后，我是黄启瑞，然后今嘛是一个生成海水基本的创新研发中心的研究员，然后同时我也是台东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兼任助理教授，好、哦。那今嘛是来了解生成海水的发展现况。那来给我们上面生成海水，那生成海水有上面喝出哦，生成海水就咱今天海平面广往下200公尺以下才叫做生成海水。那以下的生成海水代表什么意义？就是这时候太阳光没办法透到200公尺以下，所以底下的这些需要阳光来制造的那些植物，海藻植物，那海洋植物，它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没办法行光合作用的情况下，它就相对它的氧气、氧分将相对少。少的情况好处是什么？微生物不会来的，水库啊、这种肥洞啊，它得比较生存。啊，所以里面一个结晶物比较优化过，所以那个是利用这来发展咱的生成海水的产业。那生成海水伊个第一主要能办公室一号之外，咱再讲讲伊个水质。伊水质个分析个来讲，伊内底个伊个温度到，通常咱往水里越深啊，温度越低，到1000公尺的时候，大概只有4°C左右。那咱今摆用起来，这边是312公尺的温度，我们应该在13°C左右。所以比海平面，咱即马是，比如咱即马外口温度差不多23-23°C嘛，啊伊入去佫比咱较低，吼、哦，啊所以伊有一个低温的一个特性。啊，接下来它的洁净性就是，伊无啥物细菌啊，啥物沉降到遮所在，所以伊的水质较清净。啊来讲伊的营养呢，那尽管将微生物分解营养素产生的营养素也慢慢沉淀到海里，啊所以伊的累积在这边。所以累积在这边，它就有一些营养盐。这些营养包括什么？磷酸盐，这些磷酸盐就是咱合成咱的基因物质所需要的一些物质，还有硒酸盐。好、哦，那接下来矿物质，生成海水经过统计，高达60几种到80几种的元素。除了咱是上咱知的钠离子，就是氧就是氯化钠，好、哦，氯化钠、钾跟镁之外，咱还有其他的较形态好的物质，比如说是一个砷。啊，比如是一个钒，比如是铁，好、哦，这种物件，就是咱是这种是好的物件。啊，来的是伊的稳定性，因为伊有海平面越低，它的压力越大，所以它的东西就会累积在那边，就比较相对稳定，它不会波动太大。那右下角这边就是深层海水跟表层海水的比较，它的温度，深层海水大概9.7°C到11°C，好、哦，这是行动模板呢。啊，那表层海水的情况。咱表层海水因为其实拢是由海平面以下50公尺咱叫表层海水，不是讲海平面的水。表层海水拢是讲50公尺左以下的一水。那伊的温度高到23°C到23°C，吼、哦。啊，来个伊的 pH 值 ，pH 值也酸碱性。那生成海水酸碱值大概7.5到7.7，表层海水在8.0。这三一组，咱两个身体内底水的酸碱值差不多拢7.4左右。所以生成海水跟咱的内底水差不多，好、哦，啊你啉迄、那个啊海水提的迄个淡化迄个水，哦，有它碱性，好、哦。那接下来的营养都是
两个就是深热海水的营养也拢较短，阿姨的短生菌素吼，可是伊的细菌深热海水拢较少，这是伊全部的深热海水好处安尼。咱即摆现在咱世界迄个发展深热海水国家四个，日本、韩国、甲美国、台湾，美国是上早发展的，啊是夏威夷啊、夏威夷吼。那现在你这边有没有三只大罐？哎，主要是做房间，啊做养殖作用。后来就是日本，日本不要比十几亿，啊日本吼，因起码产业很大，大概有好几亿以上的累积。啊，接下来台湾跟韩国是差不多同时间发展的，也就是大概在11、12年前发展的吼。啊，日本起码用都拢是用第一的化妆品，啊个里面的伊家种这矿泉水啊连杯，啊伊杯料好像喝。啊，台湾的发展较多元，啊，咱慢慢咧，因为咱的市场较细，所以咱慢慢想讲，啊，咱未来怎样对，怎样对着日本，怎样对着美国，下步来往前进安尼。哦，啊，即摆是不要紧，这是我家己看的了，这伊个国内外的日本啊、美国啊、韩国这些国不要紧，啊，即摆用途大部分拢有正常在运作。好，阿拉出来讲，美国深层海水在美国它的发展是怎样？一用起的园区，刚刚在差不多，不然以前台湾管政府想讲，起咱家美国家发展一个园区，然后做深层海水产业的艺术板块。引进园区目前进驻的厂商至少大于29家了。那以每年为夏威夷建州带来4000万美金的产值。那它整个每年有140多万的每年收入，是这些厂家进驻的时候，它的厂房的租金跟它的税金等等，它有140万的收入。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台中县政府招商，然后把这边的园区请他们招商过来，然后进驻了，那至少可以帮台中在地多了一笔所谓的租金收入或厂房租金收入。那在日本，以高知县来讲，他们在那个所谓的那个福岛核灾之前，他们的高知县的生产水产值5年是3倍成长，他们总价值是6000亿日元，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500亿周元台币。好，所以那生产海水的产业的价值其实是指日可待的，尤其在台湾。那在台湾呢？在早期，在69年的时候，民国69年的时候，世界能源危机也是那个两伊战争开始在打的那个前期，石油危机产生的时候，咱大家就讲，阿咱起来开始想到绿色发电，或者说能源产业的演进要怎样去进步，所以他们从宜兰、和平，然后石梯坪这边选了7个点，一直到屏东的红彩坑这边选7个点。那到最后考虑的区域位置跟气候，还有一些工程技法跟海岸的关系，他们希望说，他们最后选了和平、资本跟金融来讨论说这个合法性，那应该是说讨论它的适用，这个我们想要做的目的，所以最后选在资本，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就选在资本这边来做。好，那所以选定在资本，所以我们就成立了，经济部就成立了。所谓的深层海水创新研发中心，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单位。那这个单位呢，其实从早期98年开始动工，开始做深层海水的一些厂房、海水的淡化厂的模厂，然后开始动工100名竣工，然后开始从所谓的深层海水研发模厂变成深层海水创研中心，然后100名变创研中心，然后接下来由经济部技术处正式转移给实施中心来做经营。那实施中心从101年到现在，都还是实施中心来做整个深层海水场域的维运。那未来在112年，就是110年之后年之后，我们就因为中央机关的关系，他们把所有海洋的东西都必须要移拨给海洋委员会来做处理。所以海洋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们就会接管这个场域。把他们最厉害的基础研究能量带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产业的研究能量，那接下来就是基础的研究能量一起合并，把整个产业拉起来。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场域的中心的概况图，你看那个蓝蓝的太平洋，那有两个颜色，
它那个两个颜色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蓝色和深蓝色离我们很近嘛，其实深蓝色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拉管拉到那个地方下去就是深蓝色，然后我们往下，从那个地方往下312公尺进去抽水的动作。哎，跟我学对没？没有。那今天目前是台湾就是花莲跟台江跟中国无关个。那花莲主要是应该同时就是叫东仑、光荣跟台北。咱台江就是两支是政府的，一支是咱资本系的北岸，总源水事所那边哦，总源支部那边，啊一支就是咱江资本系人咱这边。啊，这两支国家的，所以咱来利用国家的经费去。服务社会，然后做商家这样提升的代志。那华联这三间公司，因为产值啊，其实我们今年统计起来，他们的产值大概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少，他三家加起来大概4亿多台币的产值，他卖水而已，就4亿多的。那目前的话，这就是我们统计总表。美国它成立一个园区，它总共有3支管线，所以它的产值我们盘点到2018年就是最近的产值。美国大概30亿，日本大概100亿，这是台币哦。好，那韩国大概27亿，台湾因为疫情，他们在养什么？东润集团他们在养九龙海参、寻龙鱼、大林鱼、海马，然后大林鱼是有改应该改比目鱼的。哎，比目鱼大家知道，比目鱼其实就是一个跟普通跟普通表面加的鳕鱼排一种鳕鱼，就是比目鱼形象。好，那个光明是养的黑白虾。台北他们养藻类，包括海木耳、石笋这些，还有白虾。那我们资本系北岸的那个总研制部呢，他们养藻类、麒麟藻、海葡藻、石笋，然后海木耳等等，他们也有亚米，就是比目鱼，还有一些石斑等等。那我们深海水现在目前为止水重新拉上来了嘛，所以我们已经开始继续在养海葡藻、维系藻，还有石斑、小丑鱼。那等一下大家在那个。厂房在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小丑鱼啊，这些很新即将。哦，这是资本溪北岸在这边，是农委会的种子智库。那我们现在地点是在这边。那我们现在110年重新的这支新试验馆，6月完工，9月开始通水，10月正式连续供水成功，连续3天供水没有问题，成功的。那这期间我们也经过台风2个台风的干扰，我们的确发现它的浊度增加，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有个经验，就是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停止供水，啊，不管你最辛苦了，保护，啊，这样台风过了啊，那你就开始供水了，这样，啊，那你刚好供水量是2700吨，哦，2700吨就是2700公斤，我就这样严肃跟管子水啊。那微量元素是对咱身体好，物件较管一丝啦，所以咱未来计做继续研究讲，这微量元素会当管到偌济，咱有啥物方法会当来吸收了，把我咱身体来补充营养安尼。好，啊，咱这是咱目前咱深海水创研中心有诶一挂平台生产平台，矿物质浓缩试验产平台，就是咱在依照不同的钙镁比例。来生产大家所符合需要的浓缩液，好，那另外就是我们有瓶装水，就是大家桌上这些瓶装水，就是我们工厂生产出来的，大家可以试试喝看看，有些人觉得好喝，有些人觉得难喝，那可能就是口味不一样。那我们生产的水，可以传下去看一下，我们可以做贴标，帮忙做这个款的这个部分，帮忙设计也可以，哦，那未来就大家如果。自己的产业里面需要说，我需要提供人家用水，可以来跟我们订，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工厂证，在法规上我们不能卖，就是说我们可以卖给你们，你们不能卖出去，这了解哦，好，大家可以看看，那就是我们做在北区，因为右脚恁头讲右脚14度尔，啊，上面加上十四度水，啊，有一挂水果，比如说草莓，它就必须要在低温下环境还生长。那是不是我们在夏天也可以吃到草莓，不一定要等到冬天？好，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那接下来是健康海洋，等一下会大家有几个大哥大姐，他们等一下要去体验海洋，大家体验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海洋这件事情。而且海洋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
海水深海水的 pH 值 7.4 跟人体的肌肤跟人体的水体面的身体的机能是很接近的，所以体验过程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很放松。那所以如果未来我们也想要发展说有没有用深海水的冷梦回家自己有浴缸倒一下调成深海水环境，你泡个热澡那个感觉跟你用放自来水去泡热澡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想要发展起来。那最后一个我们有实验室，实验室很重要，因为每一批的水质我们都要做检验，合乎标准规格我们才能出货出去。哦，那我们也可以帮大家去检验不同项目的一些成分等等。那现在介绍就是我们目前整个中心规划的走向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再到观光教育、观光体验到教育，教育很重要，让小朋友从小认识深层海水，让大家知道深层海水是台东花莲特有的东西，也是台湾东部特有的资源。那所以我们其实接待了蛮多款，今年度我们接待了蛮多的中小学生、大学生来参加体验，哦。那所以我们目前整个场域的整个预约，就是你们如果试一下经过这边之后，未来想要再进来做体验做参观的话，我们有一些教育的场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海马，看到丰年虾，也看到藻类，然后看到其他的养殖的一个环境，我们有一个场域来做这些。好，那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下，因为大家都产业界人士居多，打一点嘛，他给小孩弄杯嘛，对不对？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请同仁介绍一下，介绍详细一点，为什么我们的价格为什么一直在那边没办法降下来？因为其实我们经过很多道的过滤，这些过滤不是外面的一些淡化很脏处理就是做，我们需要很多的手续去做。那这些手续包含了什么？抽定的工，我们一滴水就要经过至少三道，到了成品做出来至少要经过十道的手续，经过十道手续才能产生那个大家现在喝的水。那还有未来大家可能想要买的深层海盐等等，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这十道手续去做。那我们一次大量的水一次进来，比如说从600吨的水到最后产生出来的东西，水跟水分开，物质跟物质分开，我们两个东西都会失重，所以大概丧失比例只停留到80%左右而已。那详细的数字可以问一下，等一下我们在大家体验观赏的这个过程，达到健康可以饮用，而且可以促进健康的水。好，研究10年，然后这套设备改良过很多次，我们用了最节省的方式，因为在日本他们用什么？他们用电透析，电透析的价格是我们现在的3倍以上，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辅导产业说我们自己开发了这一套系统。好，那这个就是价格，上面价格是未税的。刚才大家等到那个比如说田小姐比较在乎的深层海油，我们1公斤是250块，好，未税。那含税的话就是1公斤是375。那为什么会卖这么贵？好，那海盐几包一样，那多少钱啊？大家考虑第一点，海盐它的公司国家整个资助下来，他们规模大，好，它所有亏损国家资助。可是我们在这边在经济部的角色虽然是国家的，这边他没有允许你去卖，他也没有说不能卖，那但是我们可以提供服务去服务大家，说大家想要买可以来买，但是因为我们小量，哦，所以我们价格相对会提高。大家都知道用大时阵，你个计较较便宜，所以我们其实目前这个品项有这么多，可是我相信拿出去卖，其实还是有市场竞争力，因为深圳海盐在成功镇有一家公司，他拿去跟什么做结合？做海跟海福岛做结合，做海藻盐。他100公克卖300块，卖到日本，卖到下下叫，所以怎么去创造这个产业价值？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地方。好，这个就是瓶装水的产线。
我们这个瓶装水全部过程就是尽量是无菌的状态，大家也可以参观，因为我现在停没有在生产水，所以大家可以进去参观，但我会让大家去参观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整个平台的整个串联的关系，就是未来我们可以应用在饮品产业、食品产业、农业、检测产业，还有运动舒缓医疗。我们甚至用生冷海水提供给台中大学的体育系的那个棒球选手。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很神奇，通常棒球选手运动完之后肌肉会很疲劳，结果我来这边泡的时候迅速恢复，而且他的投球的速度加快。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这一套系统可不可以跟运动选手来配合。你说台中应该前几年应该还有一个叫启力棒球队嘛，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成为城市棒球队之后，启力棒球队是不是可以来体验一下他们用这样的客座跟其他球队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感觉就会比较好，就会吸引其他的继续投资这一块。那最后就是我们有进了两台很高贵器，每一台平均价格是1000万以上。好，我们做很精细的研究，希望把中部特色原物料的成分跟深层海水可以做一个结合，把整个产业的价值创大。那我们目前右手边这边可以检测的项目有这么多，好，大家如果农业的朋友啦想要做一些检验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那最后我再讲这个深层海水运动，深层海水在产业的应用上面，我们今年开始跟县政府合作，我们做一个 TT 补录的表演，大家有听过 TT 补录的举手？哇，还有一个哎，好，我们有听过 TT 补录。等一下下午的时候，吃饱饭，大家可以隔壁参观一下 TT 补录产品有哪一些哈。好 ，TT 补录叫中文叫台东懒，好，台东懒这个名字。那其实因为不光是我们台东懒，其实我们在，因为我们是实施中心在这边经营嘛。我们实施中心在花莲有一个场域叫后山三号故事馆，我们在那边卖，其实卖得非常好。我们有一个展区就专门卖台东懒东西，其实销售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用了深层海水的东西，你可以跟县政府合作，看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加入它的严选 TT 补录的严选，那我们实施中心就会试着去帮你销售，那大家就可以互相把这个品牌知名度跟产品度拉高。那我们今年总共选出18家业者，食品类的有7件，然后有5家7件，饮品类的2家6件，保健类的3家17件，总共30件的商品。好，那我们也试着把这个台东深层海水的品牌推广出去，所以其实我们 TT 补录严选出来的产品，分别在宜兰、花莲、台中、云林各有一个半个场次。做现场的销售跟展售，那大家也是很喜欢这个产品，因为其实蛮多人没有听过深层海水是什么，只知道那个台盐啊，他们在那个便利商店都有一罐叫深层海水的矿泉水，哦，那一罐大家很喜欢喝，可是那一罐就35块，那30万他们销售其实非常好，所以有没有未来有可能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台东懒的深层海水把这个品牌推出去，或者大家所有旅客来台东玩的时候。他不管到哪一个饭店，不管到哪一个场所，他随手一拿的一瓶水都是深层海水。那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深层海水的品牌跟这个产业一起把它抬升上来。好，那深层海水的产业利用方面包含了健康利用，就是健康促进，就是海疗的部分。然后多元应用就是矿物质分离，我们分离不同的矿物质可以应用在不同产业上。比如说我们分离出来钙离子，你可以补充钙，我们分离出来镁离子，它镁离子可以干嘛？可以补充电解质之外，它还可以那个解除大家的便秘，有些人有便秘习惯，它就可以帮助排便，哦，它促进肠胃蠕动，还有镁离子也是保护心脏的一个矿物质。那在农渔业的养殖应用上面，我们现在有养了白虾、草虾都有，甚至我们又养斑节虾，还有一些藻类。然后做一些智慧化的养殖，等一下可以到场观察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这些场地，大家有看到刚才是一张照片，现在我实际上来了解这张图。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二楼，
叫行政实验预审中心，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二楼。我们现在对面就是这边，好，那这边是一个海洋生物养殖区，那个一边是体验区，啊，后边一边是分水区，等一下就会参观到。那未来我们在这边会提供给大家，可能自己叫卡车来，然后我们这边会有提供水，你就自己去可以自己载水回去运用这样，好，或者要自己要拉管线也可以。我们未来会设计有这样的模组化，然后让大家去使用的。这个可能大家绝对没有听过的新东西哈。台中在资本地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温泉，第二个生产海水。当我们大家都在讲所谓的温沙发电的时候，很少人会把资本的温泉加上生产海水把它结合起来做。那目前在资本地区，我们现在新的，我们理解一下地理图，这边是资本的温泉村，我们生产海水区点新的区圈点在这边，我们创业中心在这边，然后总研制部在这边，这条是资本区，然后这个距离是一公里，大概两公分的距离是吧？也就是说，从温泉村到生产海水的距离不超过5公里。不超过5公里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全世界里面很少同时具有温泉跟生产海水距离这么近的，所以我们可以做来做温差发电。所以在台东温泉村里面已经有一座地热民营的地热发电厂，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哈。民营的地热发电厂就是那个黄泉度假中心哈，它的温泉。他说温泉水出来的那个温度是135度，我们温泉水，我们生产海水刚才说拉出来的温度是多少？14度。如果拉到路面上温度的散失比例来讲，我温泉假设我还有80度，我的生产海水假设它是20度，是不是还有60度？但是20度，我们只要温度相差20度，它就可以产生发电了。但是我们现在差了60度，那个发电量可以更大。更大的情况下有什么好处？大家有没有觉得台东的工业区土地用力越来越少？有没有可能在资本地区美和这个附近加上资本的波罗资本基地这边台东市的区块，有没有变成真的创造一个大的科学园区的概念，来做一个绿色有序产业的发展？但这个发展会不会是跟现在台东所有我们未来在只有推观光或者只有什么样产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在这边设立一个高级的科技园区有什么好处？我们绝对不接受高污染的，所以我们要引入高科技的产业进来。那引进高科技的产业包括什么？有没有包括无人载具？无人载具是什么？无人车、无人飞机，这些研发场地可不是在台东做研发。我们南回是不是很大了？那个在开南轨，当然应该有很多人就下去了哈。那个在南轨这么通畅的一条道路上面，如果我们的无人车在这个南轨公路上可以测试成功了，那这些研发中心它就可以继续研发说，我是不是要修改什么岔路？所以南轨公路可以让它做测试。那测试它需要有一个场地，有一个工业区的厂办在这边做一些研发啦、修理，那是不是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区块？那无人，我们相信无人车、无人飞机这些，大家都公认这是没有烟囱的行业嘛，吼，这都低污染的行业。所以我在思考的事情是说，有没有可能结合了温泉，结合了生产海水，在这块场域上做一个科学园区？这是整个我第一次分享给大家的。应该是初亮相，就是第一次公开我整个对生产海水想法。生产海水现在我们可以做高经济价值的海洋产业的应用，包括藻类，包括养殖业都可以应用，因为它需要大量用水，所以它必须要高级应用。高级应用之后，我选择了一个方向，第一个是 AIoT，AIoT 是一种智慧养殖系统，就是我今天顾客下单之后，我开始分区要生产什么，我就可以分区生产。生产我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养殖水池嘛，这区我要养白虾，这是我要养点虾，那区我要养什么，
都可以，我就可以这样的规模去做。接下来我养藻类，我养特殊的台湾的特有种藻，我可以去萃取一些现在生物科技最需要的东西，叫做荧光蛋白。荧光蛋白比黄金还贵，你只要萃取一公克就是25万台币以上。当疫情的当下，全世界在缺缺货，台湾的荧光蛋白如果不缺货的情况下，我们就自己就可以买便宜卖，我甚至还可以出口。出口的藻类荧光蛋白以克计价比黄金还贵，甚至曾经可以卖到100万台币以上。这个产业大家要不要来发展？县政府，我们台东花莲要不要一起产业共同来发展这块？大家可以思考。那这些做完之后，那天我们11月25号开了一个深圳海水的研讨会，我们也在讲说，海底资源其实我们了解的很少，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海底资源拿上来更应用，包括了微生物，包括了矿物质，甚至未来可以应用的一些生物制剂等等，要把这些资料库变成把这些资源成为一个资料库，就在台东落地生根。这个资料库全台湾只有台东有，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有。我们未来可以辅导菲律宾、辅导印尼、辅导其他的国家做这一块的产业。既然有了这些资讯之后，有没有可能刚才讲的那些科学园区，有没有这些厂商吸引这些厂商来？县政府努力一点去招商，把这些厂商来找到。我们有一个绿色产业科学园区，我们这个产业的科学园区的特点是什么？水我们自己给，电我们自己发，因为刚才讲要发电嘛，温泉跟地跟深海水发电，电我们自己发，我们不用台电的电，我们自己用的电，深海水的淡化水我们就可以提供它来用它的水，所以水跟电我们都自己提供这个园区，我们降低了水足迹，降低了碳足迹，这个园区就会全世界独一无二示范的楷模园区，这个是全世界目前为都没有的园区，所以未来整个园区的蓝图，这是我引用经济部水利署的一个蓝图的图，他们希望这个园区有什么？海水养殖池、农业生产区、加工制造中心、物流中心、休闲观光中心、种粮养殖区、监控中心、海水造水，还有一个海洋温沙发电厂、人工鱼礁、海洋工程服务等等。这个是我觉得台东办得到的一个愿景。好，那这是我最后一张实案。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这是以上我今天对大家的报告，谢谢。可以成立或者可以实现的地方，那大家可以去仔细去考虑一下。这是我希望说深圳海水在台东可以落地生根的一个原因，而且它的愿景是真的还不错。哎，大家口渴可以用水。博士请，博士先喝。没关系，没关系，先喝。他那个慢慢喝，哦，喝完你会只会说好难喝啊。这是要当鸟的时候，才用到安尼。这边整个场域的吴先生哈，那刚刚听了很多介绍，那我相信各位有初步的认识，那我就带各位去看现场比较第一线的状况，哦，大家看完之后可能会更有感了，有感之后我们再回来就是做一个
整个深圳海水的问题就是 Q&A 哦，因为我刚刚看黄博士问各位有没有问题，可能大家应该有心里累积一些啊，我们看过现场之后可能会更有兴趣，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带各位导览，请各位跟着我，谢谢。贵姓啊？我姓吴，可以叫我小吴啊。小吴，我们可以看到左右都有很多深圳海水的一些走览大道跟应用啊，跟一些范畴啊。那这些我们刚刚黄博士其实都有说过了，所以我们就大概走过去看一下。那深圳海水五大特性就是安定、低温、洁净，还有营养品跟三个再生性。那这边的话就讲到一个什么深层海水的分水技术。那什么是分水技术呢？简单来说就是把海水取上来，分离成我们要用的东西，我们要饮用的东西。那其实讲白了，其实现阶段我们主要分离的东西有三大块。第一个，海水淡化，这个大家不可相信，海水这么浅，它含有大量的盐分，那自盐也是一块。第三个饮用，其实在这边的产品都是深层海水浓缩相关饮用的产品，其实琳琅满目了，但是近十年来比较被大家去应用，不然以往我们。明明水就滚了，它为什么还是煮不
瘦。那主要就是因为高山上大气压力低，大气压力低，所以水分、水的沸点跟着降低。所以你看，水滚呢，其实它没有100度，它可能只有90几度。那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在我们这个锅子上面，把海水煮滚，然后浓缩。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省能源的，因为你要煮到100度，还是要花非常碳酸钙，所谓的绿盐跟镁盐呐。好，我们比较不需要的，在第一阶段先脱除。好，脱除完之后，比较纯粹的海水，我们最后才会到后面做所谓的熬煮。熬煮的话，那我们先，我们大家其实去，其实吃了也不会怎么样，可是那是短期，长期吃会怎么样，没人敢知道。那为什么呢？第一个是粗盐用的是什么？表层固易分离。就是干湿分离啊，那固体就是我们的深层海盐。好，那我们经过分析，我们深层海盐氯化钠的纯度大概70多到80多%，那这十几%的差距就是跟今年不同，就是它保有了海水中的矿物质，那这些矿物质就是氯化镁、氯化钙，所谓的营养盐、钙盐。一个是黄色，一个是透明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工法。那跟各位报告，你现阶段我刚刚说了，花莲硫酸硫酸跟脱除呢会怎么样的？第一个没有硫酸钙，没有石膏了，对不对？所以它变成透明澄清的。第二个是它没有硫酸钙是怎样的？钙离子可以被保留。这个叫做所谓的浓缩液，可是它是只有镁离子，它没有钙离子。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针对硫酸钙去脱除，所以它在中间就变成石膏硫酸钙。硫酸钙的化学式是什么？ CaSO4 钙加硫酸根嘛，所以它就没有硫酸根了。因为它硫酸它的钙离子都跑去哪里？变成石膏了，沉淀出来了。那我们这是专利，我们的专利，我们把硫酸根拿掉了，所以它中间不会有硫酸钙跑出来。硫酸钙没有跑出来，表示什么？我们钙离子被保留了，所以我们这是高镁高钙，这个叫做高镁。有钙跟没有钙，那差距就是有石膏跟没有石膏，有石膏就没有钙，没有石膏就有钙。因为石膏是硫酸钙，对，石膏直接对身体也不好。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哈，石膏现阶段被应用最大的是在哪里？爆发之中，吃啦，我说吃啦，像医疗就更多了，骨折打石膏，牙齿也有用所谓的石膏去补。那现阶段大家吃最多的，导灰它是石膏，跟什么电竞？有没有煮滚？洁净性有没有高？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石膏，石膏没有分工业级使用，石膏是石膏，石膏是石膏。好，那它能不能吃在于它没有杀菌，就是我们矿物质不是随意可以给你一直补充的，也是会有这个问题。这都是一样，所以我要跟各位点出来，好，要生产，好，而且这个市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因为价钱差太多了，华联，你说业者第一个考量一定是成本，成本就差了快一倍，这两个成本就差快一倍，一定是比较贵了，所以目前没有被大家应用，不过未来有没有，我们就是要开发那么商机啊，加到水里面，那我们的原理，等一下我到隔壁水厂再跟各位解释，我们去下一个工厂。Yeah.
讲吗？我们的经典就是用这个颜色，那我们这边就是所谓的水果，就是所谓的蒸成海水的形状。刚刚各位都有看到，其实你刚刚仔细看一下那成分都写什么，把刚刚我们看到我刚刚在后面看的那两个盐巴跟红酒，跟那个红酒，盐巴是什么？盐巴是对黄酒的，我们的红酒其实是含盐量很低的，可以喝的。它浓度太高了，只要你我们拿来这边做的话，稀释的话，它真的不是打的，它刚刚好跟自然水不一样。因为很多人拿起来，因为这个工厂就是我们业界跟业界合作的。那它现在做什么？做所谓冬虫夏草的培养，黄金虫草啦。哦，有兴趣的可以。一罐大概卖多少？自己去查，不方便透露。那我们这个有什么差别？各位讲一下。这个黄金虫草呢，它其实就是那个菌种养在所谓的米胚，它是米，它是种在米上面，糙米上面。那我们是在这糙米中间，因为糙米，你煮米需要水吧？你不可能干米下去煮嘛，你会加水嘛？那我们可以透过深层海水冷凝提供，现阶段没有是吹冷气，那未来就是用深层海水的冷凝去提供。这是我们一个试验，流汗都变灰了。啊，那灰狗，你真的，你真气，我去。可是呢，我不是要各位，让各位看一下深层海水在。养殖上面的利用，还有藻类，还有鱼。那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大陆的。上到三个东西，这是我们的杯子，
然后还有一个雪茄袋的。一有这新密小姐没有介绍。都有吗？有少的吗？有，好，没有。那应该是刚刚好，那就是可能位置上可能稍微过一下。那亮光有拿到了哈。有了。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它制作的流程，就是我们要先装一下我们的，就是生成海盐。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的就是杯子上的刻度，就是帮我装到五十。那如果做到一百的话，你就帮我就是掉一半这样子。就是海盐，我就是装到五十的刻度。没有吗？有，应该有。好，然后滴完之后呢，我们就是来这边选我们的香草。那我就是可以选三种。可以选三种，你也可以选一种。那我们就是加到一百，就把刻度加到一百。可以，就是五十的海盐，然后几滴的精油。那我们的香草要加到多少？一百。好，那加完之后呢，你就把盖子锁紧。锁紧之后呢，你就把它用力的摇晃，对，用力的摇晃，做一下手部运动。然后你就是大概摇晃个三百下，好吗？三百下吗？好，然后之后呢，摇晃均匀之后呢，我们就拿起我们的这个雪沙袋，然后你就把它倒进去。然后因为这个开口啊可能会有点大，这个开口比较小，所以你很倒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它可能会漏出来。然后倒好之后呢，你就是从这两侧把它绑起来，然后记得要打结。然后打完结之后，它就变成是一个竹芋包。变成竹芋包之后呢，如果你想要让它香味可以放久一点的话，我们就把它塞进去这里面，然后它就变成一个香氛包。然后等它没有味道的时候，你又觉得它里面的海盐有点硬硬的，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温水里面做泡脚。那如果现在因为现在是冬天嘛，如果你要先泡脚的话，你就可以加一到两片的姜片。好，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前后都有，然后我们就以那个这个柱子吗？这个柱子就是嘿，然后这边的往前，然后柱子后面的话我们往后，它只有香味上的不一样而已。好，那就请大家排队。好，那如果有问题的话，随手都可以发，随时都可以发问哦。哦，这杯子哦，对，要拿着杯子哦。那盖子的话，你可以现在放在位置上。那我就先来装饮料。名字不必了。做影片需要。那我们就是装到五十，然后再加两滴的精油，之后我们再把我们的香草装到一百。好，我们的香草装到一百。好。它不需要太多的。对，不需要太多，因为它要太多的话，它有点刺鼻，所以你可以用手，或是我们可以秀细一点用夹子都可以。一种就是竹芋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香氛包，每加两滴就好了哦，没有加太多，味道会太浓。然后我们的香草也不要加太多哦，因为我们的那个雪沙袋只有这样小小一个，就装太多的话可能会塞不进去。也要先加精油，我们再来加香草，加三种就可以了。对，动一动哦。好，够了吗？好，没问题。对，加精油，好好，谢谢。加完精油再去加香草，然后好，那我们也就是加药。那以后我看看你是不是等它放进去我们的香氛袋里面之后，你可以闻看看你是不是有的味道。摆啊，摆啊，这样好做，可以，而且我们的香氛袋都盖好哦，对，现在可以了，对。红红的比较吸睛一点，对，拿到那个棉布袋里面哦。来，包了，他们等一下，这个大哥好不好？他正努力，手上一个，你们拍照一张，好吗？他口罩要拿掉吗？可以啊，拍照之后可以拿下来。对，哦，漂漂亮亮，很帅的出现了，来看我这台相机了，来，一二三，耶！我拍你哦，来，一二三，耶！
好的，谢谢。好，谢谢小姐来这边。那我们外桌子、外面桌子上所有茶点有。好，因为在台东呢，议会哈，他开始重视这个议题。我想呢，我们海洋深层水呢，在台东一定会未来会发展很多的产业。我觉得这个起头很重要，而且呢，理事长已经来好几次了，而且他更专业哈，因为刚刚在采访的时候更专业。来，理事长来。先恭维来，来，对，他按着歪照，对，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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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好，这边呢，我们都很多都第一次来哈，中华丽哈，对，因为呢，原来我们台东真的是很棒哦，有这么棒的海洋深层水，哦，除了花莲，那在台东，其他地方没有，哦，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那个天时地利人和，还有呢，我们的李议员，好，我们的理事长呢，特别把这个议题呢，台东那发展这个海洋的产业，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来，理事长，接下来麦克风交给你了。来，我们谢我们丽华，丽华也是哦。你你来介绍讲你的公司啊，你先介绍你的公司啊。哦，伊这公司哦，专门咧培育吼一挂迄个人才吼，拢是咧培育来。先来介绍你。好。哎，因为我呢从事那个职业训练呢，已经做了十几年，做长规理哈。然后现在呢，我那边也上课，在上金融的课程，不动产我老开课，然后呢也开很多做咖啡啦，还有民宿的课程哈。然后在来电嘛，就在外当租哈，于清湖嘛是外当租，开我的课开到澎湖，他还帮我到澎湖啊，还有都兰他都去讲课。还有这个郑欣欣也是，哎，他是我农业，因为我有开农业的课程，都是请这个专家，他也是我的讲师哈。然后呢，都整个，哪里啊？你到哪里？达人啊，金峰啊，他都有去讲课哈，很多地方哈。因为我的开课呢是在遍布在台东县16乡镇都有哈。哎，立党还没去而已，对，其他地方都有，对，哦，对。一千一千的去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去做教育训练。啊，政府哈，我姐姐教过我的是，都超过45岁，如果你没有领劳退的话，你上课可以领钱，一个月都可以领10000多。所以我们的那个课程，都兰刚刚上完那个管家班，每节人要40000多。对，好，所以呢，这个这些健步教过我的嘿，因为又可以来上课，又可以来学习。好，不用钱又可以领钱，然后呢，我还是还有在做美容，哦，因为现在还有美容的课程，台东县政府一间美容的新住民的课程我都有接哈，哦。那在这里呢，很高兴认识李议员，李议员哈，哦，真的是我最佩服的一个哈，哦，女性哈，哦，因为了不起啊，因为你的时间管理就厉害耶，因为我跟他有。共同的会，我们是荣子园的会长，然后呢，又是那个荣子园，又是休闲旅游协会。啊，你说差李议员呢，连时间管理就够，你知道吗？每一会必到哎，欸，我就说他到底是怎么时间管理的，欸，哦，因为呢，在杭东，那个面面俱到，然后呢，而且他的咨询哈，也议会的咨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哈。因为我都就爱看，因为我刚刚也拢讲重点，哦，真的是很棒哦，而且会发觉问题啊，然后他在咨询哦，拢对人哦，拢就 take 的言之有理，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哦。有我刚刚提起我鬼哦，真的很佩服这样的女性哈，哦，各位有没有很佩服她？很谢谢她，谢谢哈，哦，来。好，谢谢我们理事长，也是我们台东县荣誉指导员的会长哦。阿家有，还有我们那个于清伟，是我们南区主委，都是我们的会员哦。啊，今日太感谢了哦，我想到也来接这台东县深层利用协会哦，这是的气概。之前哦，我的理事长哦，是一个吴茂雄吴理事长。啊，因为年纪济啊，吼，啊，我就讲爱管家己食起，啊，无会断层啦，吼，
这是一个很好的协会，我们不能因为没有人接就中断，因为咱绿岛有咧发展咱的海底的海盐，搁咱的田里市，因为伊是较早在咱地区农会理事啦吼，我拢叫田里市啦吼。啊，马湾里的文教协进会理事啦吼。啊，绿岛吼有咧发展这个海底物件，咱就讲以为做生产海水的海盐啦吼。啊，这些东西可以去发展的，所以我赶紧把这个协会接起来，不然就让我补起这样啦。啊，现在有在参与到我们这个园区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要把这里的那个土地来做个变更，因为我们的园区 1.7 公顷，那我们现在抽水成功了，我们必须要发展产业，那你没有土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发电，不管是要养殖啦，是农业，还是要做一些商业，农博都走得到。我们的那个黄博士也有说这边最好是用一个科学园区，无烟囱的一个园区来发电那来商业。那我们刚刚有听到就是温泉热水跟这个冷水可以做温差发电比较用在园区做发电可能在温嘛，你人家庭在那里你看我们从资本大桥下来到太麻里，就是我们美和这个腹地最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都可以来变更一个科学园区，有的水救起来就都可以去发电这是我们如果是说发电成功是我们最大的产值大家都有听到嘛不管你生活都可以所以我要来接这个理事长的原因，就是讲这个商机无限。今仔大家有来听到拢感觉讲，等于好好去思考哈，来遮来参一脚，看嘛会当分一些利润回来我今天很感谢大家的参与把我的心里话。跟大家来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陈正芳哦。阿姆哥补充介绍一下哦，咱来对顾杰廖俊胜，伊嘛是然后呢，特别介绍他就是为什么？因为我靠伊的商品因为呢，他是那个甜蜜蜜黄金果，然后呢，他的商品又放在这个地方，好像。早我们一步那个廖会长，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的东西一下？你多啊，哇，田真把第一盖小一点名，立马来盖小姐的听嘞，因为你进前辈大家好，很高兴我的园区就是在隔壁村，华园村那山上有种2公顷的那个黄金果，黄金果，那里面有种咖啡啦。那我是用黄金果的应用加海洋深层水，现在外面有台东的那个精华液，还有面膜，这个都是实质中心帮我研发，我们也是结合海洋深层水去做的。那目前精华液是销得最快，因为爱别的女人太多，真的女人的钱最好赚，所以说一定要做这个美容系列。那。明年大概就会将醋酒酵素也是应用海洋生冷水。这里他卖1800，可是他身上不卖。我们是推广价是1370买一送一。海洋生冷水做的那有需要的话，欢迎你们来我园区，请你们喝早午茶、下午茶、面会。这是我的最大特点谢谢你们谢谢。交流交流的时间，刚刚在讲过了好，谢谢谢谢理事长，谢谢大家。
再进一步做讨论这样。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然后我们整个配方流程就符合了。但是是刚刚早上哈、你在讲的哈、你这边制造的不能贩售。因为你所以这是没有工厂登记证啊，所以这个不是在这边制造的，我们是技术给公司，他公司他去委托，我们所谓技术就是配方啊这些，是把本地设备放这些，喂，让永彪喂，永彪，喂。迅速吸收这个有几条，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些是吃的食品，来这边就像清者啊，清者有跟我们合作，就是它里面东西有加一个海参、水仙、海盐，所以它的味道会不一样。那包括其实我们卖最好是卖就是跟那个大家有看过这种瓶子吗？啊，这种瓶子是大江生一的。他只卖这种，所以他们要跟金马奖合作啊，都是用这种包装的。这种水，他们其实一瓶拿、在 Seven 啊，或者在几罐水还是浓缩液水，哎、气泡水，几罐40-50块到50块。怎么样？气泡水最好卖了。哎、气泡水，所以不要像这个是30度的，就纯水纯水的包。所以未来如果比如说饭店业者，或者说在一些场所的话。然后因为饭店都会提供免费的水，那我们就让它在地化，就是吃在地的水，它就可以跟我们合作，就是说那我们这边说把饭店的名称，然后就饭店房间里面白瓶这个水或者白瓶，另外因为这毕竟成本比较贵，然后就两瓶，那如果他要再买来，不好意思，他就会来付费。如果量产的话可以到多少？我们其实我们一天做的产量大概可能70箱。对啊，我是说现在哈20块，那你量产的时候可以，因为不能跟32张那个对打，所以他们这个是卖的非常好。哦，它这个其实口味它也非常特殊，啊，它是主要是用有机的米，然后再加上生的海水，然后再土凤梨，然后去做成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们在关山其实销售这个其实是花莲业者，花莲业者，台湾。哎，这支我看看。东太阳。哦，这支东太阳。哎，这支东太阳。东太阳在当当当在当当啊，这边的东太阳。啊，这支卖了上好，这支我们一次寄货10箱，大概一个月就销完。这个我要没办法。那个 Seven 啊，台东那边啊，这支怎么样？这支20号，这个不贵的，对啊，因为为了买点水，拢点这样。生产海水发展中心。